终于进了，对面比较灵活。来把蓝刀吧，站点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点蓝吗？我说买个蓝刀，不是玩一把蓝刀，是我的普通话太标准了，是吗？我再拉一个。哇，白垩纪下路，我们这个 F6 有眼，绕一下视野来，直接一跳过去好了。我这边绕一下。这骂，这骂着又六级前没什么机会。猴子又走，待会往下刷。去下半区给上路发个信号。刚好对面下路压线了，因为我刚才上在上半区露头了，刚好可以抓一下。可以避开我们的劣势了。他是不是来放眼了？哎呦，他是在草丛里埋伏，来下了。他都没想到我这么会过来的。他下路把线推了，这南枪也是速刷的，他升四了。刚好这第二轮也刷新了，去他野区反一下。有盾在，我来了。这张良有点绿色，等他出兵线，我就怕他升六的，应该不会，这波线应该是升不了六的。等他把 Q 交了，别急。要回来了。
差点出问题了。有点不是很能打得动他，他的多兰顿加 W， 他复习还是点个绿色的，是真的肉啊！我这又不是打普通 Q， 我这打孤立的 Q。有大了可以抓一下，等我过来，等我过来，贴墙走这波卡一波视野，不会先被秒了吧？大呢？他 E 吃到了，惩戒升六，再打个 A Q， 大甚至都不需要开。三百剑，他没打红呢，我吃个蓝，吃个果子，甚至可以去反他。他这蓝枪没大的，右上角啊，七分四十秒左右，这个蓝枪要死，他这会儿在打，直接过去。打一条龙，什么意思？他应该去下了吧？想听小周的歌，可以。怎么有点怂了他？蚂蚱过来你要死啊！躲一把他 Q 躲。你反正不要反我，要不然一反到底啊！八级的拉夫，这拉夫改版之后打上路比打野强多了。打野跟以前都没变化，甚至有点比以前还要弱。他有护盾在，伤害不够。等一下，别急，先升一波八了。等他走出小兵，让他死了。先等他走出兵堆了。现在跟着奥拉夫打架，不是看他有没有 R， 除非你有空，是看他有没有 W。血量低的时候 W 比较厚。胆儿挺肥的呀，感觉蓝枪其实不好打贪婪的，特别是劣势就没得玩了。
你不看现在几点了，弹幕这么少，大家都在静静的看着，看一会儿要睡了。等他走出冰堆子不？看到我了。追踪吧。直接来啊！直接闪现跟技能，不然再骂他就死了。不要犹豫，直接接闪。塔下打，塔下打。点蓝差一点点，等一波点蓝。点蓝挂上，你点蓝挂上，我就追他了，兄弟，他要去吸血了。是不是有人来了呀？嗯。我看他打得这么激进。反正这边他不知道，他以为我往那个草走了。这把没必要穿影扩建，对面全是扫描啊。说了，这新奥拉夫打上厉害，现在打野没用，还不如以前呢。他清野效率太慢了，他只有在对拼的时候比以前厉害一点。但是你这清野效率慢，就等于变相你装备等级没以前好，你对拼的反而没以前厉害。他那个斧头也不好留人。坏了，我这个永恩直接在后面等我的，牛皮。这把对面只有两个盾的，我不去了，我感觉这永恩要帮他继续蹲。走吧，他们人又 miss 了。
坏了。我老是被银子两波把叶乐卖了。这波永文倒是没等着我，这火男在蹲着我。有点蓝在这猴子，你要打你倒是上啊，待会兵过来了。那兵已经过来了，他要拿前锋去了，这样我就感觉他后面有人在过来，这么喜欢蹲我。偷一下后排，这后排要来支援了，这不这么针对的吗？别打不了，五个人全来了。他有 W 在，等一下蚂蚱，减速一下。感觉这把好，既然买叶兰还是不如15更好用。这15不用打得这么惊险、啊、给他们包了来着。基本上都打字了，我开了隐身过来，他没看到，对面要上票了。上票的前奏就是在打字，
这不会四个全过来了吧？地图全黑了，我走了。我也把他 Q 躲了。你为什么会去觉得奥拉夫能打得过螳螂呢？啊？奥拉夫最不好打的英雄之一就是螳螂，你一隐身你就变呆瓜了，再打下个孤立。只要有 R 在，螳螂可以随便戏耍着奥拉夫的。我跟他装备跟他一样的，你不要看我人头多，线上经济比打野多的。我刚才没更新装备，一样是两件半，他也两件半，等级也一样。他应该是没眼了。直接开龙嘛，刚才我没出装备的。龙魂了。进化要吃吧，开始点水。他没走远。你也在打字吗？你也在打字吗？小兵挡住了，这两枪直接开始断线了。只要他队友这么搬这个蓝枪，他还打不过他们，他们就要不想玩了。这塞纳不 A 这一下，我都准备 EQ 了。这永恩应该在刷食物了。不配合我呀。
这不来个大吗？来个大他死了。没有水龙魂在，可以慢慢耗。我杀这么慢，可能要跑了这样的。世界和平了。老让我买圆壶给你们出一次好吧，以后就别让我买了。38000，无限火力今天玩过了，想看我玩无限火力看可以翻录下去，今天就到这边了吧，最后没点关的记得点一下，明天来吧。